First blood. 杀吧，单杀吧，难道单杀长生？还是这种原地闪现的难度？我是真不敢想象这个人有多菜。把他妈炼英雄的，上路3把，中路3把，下路1把。 难道来了？这难道多菜呀？这难道是人呐？ 怎么会死在这个位置呢？他要去对面的野区数数小鸡有几只吗？小鸡有几只脚吗？ 闪现交一交，漂亮，还行。 把他们辅助打闪现打出来，黑神话早就不玩了，好几天不玩了，通关就不想玩了。
哎呦，他妈的，我在干啥？给了就行啊。这把跟那把一样，跟那把上单吸血鬼那把一样，啥也不用想，刷就行了。选个这种逼阵。不是，他有疾跑啊。漂亮。这狗头挺会装。这杰斯，这狗头这么玩，杰斯不可能能想到这不是我来的。不知道他是不是这么想而故意这么做的。也可能是丈夫。Q 的视野就那一点儿。他没打到我就看不到。蝗虫又得让，没办法的让。这有什么办法呢？少个中路。总得给你安排个补位。
还行，我闪金就比他多贵个150，但是我野区没了。还好他锤拳太切得慢。大龙。哎呦，这个野！难道活了？十秒大，我服了。等一下，他大招。哎呀，这疾跑一开跟条狗似的，没这疾跑杀完呢。他好像是 Q 闪我。
我操！我没想到，哎，这个我没意识到。 肯定来不及了呀，能来得及吗？那还有机会呀。 这中上纯他妈练英雄的，中上没伤害。我们家有个 AD 小戴，也不是小戴吧，他钻四，我们家 AD 钻四，不是练英雄的，小号，中上纯练英雄的，两个三场，就把给我排这种十场都不到的选手，然后对面全是这种，知道吧？就几百场的。 死亡之舞不行啊！死亡之舞适合，应该是适合那种有盾的，他可以利用自己的那个盾来让死舞流血，比如说瑞文这种。 他还是适合那种战士，排小带无所谓，排小带是无所谓的，你知道吧？真只要你老给我排他妈这种练英雄的就能上，我啥也干不了。你给中路排个这种被男的都给打爆的，我干啥都不行。 算了吧。
哇，那这莉莉娅再也没办法了。他这个难道一开始往上走？你要说他猜到我在的，可故意骗我，那不可能。所以说还是运气不好，少了一段道。 还出了个小剑，我没看。 这不团战少个中单，真的是少个中单。 我六神了，圆弧那种侧面加熔速，另一种方式的加熔速。 你别给我这个东西，给我这个东西，我出去显示的。
莉莉亚啥时候去下的？ 难道活了？能一波吗？ 没有大龙 buff。 这难道伤害是真高啊？恶心死了！你一般都有劣势，基本上入侵不了，资源。